OK，这一个有那个一个看下公司，然后它在这三个地区，然后它的 number of worker OK 是325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其实它一零去18的时候，它增加了100%，减少了20%，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 index of 18 base 10的时候，这一个是100+10，然后就等于110，这个没有改变就是100，然后这一个是100-20，所以它的 index 是80。OK，so 它现在要你找它的那一个composite index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weight。So 我的 IW 呢是这个乘这个就330，这个就200，报400，然后 index 加起来是10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sum of W，然后这边我加起来的是03930，这个是我的 sum of IW 是930，所以在这边我要的是 I8 的时候呢，记得你一定要写110乘3加100乘2。加80乘5除3加2加5，你这一行一定要写出来，然后你才写930除10等于93，解决，拿到正确的答案了。